媳妇媳妇，你都没有买猪肥，现在这东西肯定狗都不吃。等会烧好了，你可能比狗吃的多。咦，我怎么感觉这句话是在拐着弯骂我？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看到辣椒没有？去把它剪一剪。这可是你正常了两年多的辣椒壳，怎么舍得吃的？也只有它才能配得上这个猪肥。这小辣椒一下，不要吃的冒烟啊。这个不够，家里还有两条，也给它剪了。好嘞。葱姜料酒。这猪肺缩水也太严重了，简直就是西瓜变汁嘛。媳妇，你真是一点不浪费，肺管也要。这你就不懂了，猪肺最好吃的地方就是这肺管。把里面的水分挤干。来点五香粉、孜然粉、盐、生粉。和猪肺一样，辣椒也拌一下。蒜子先拉下油。葱姜爆香。撒上一层烧烤料。没想到煮饭能这样烧，媳妇，你真高。你就想够不够吃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嗯，香喷喷的。这么好的菜不配点小酒不可惜了。稍等，来，给你满上，辛苦辛苦。你要这样的话，这碗菜还真不够吃。猪肺不够，蒜头凑，家里面腌的蒜头不是好了吗？那也行。先干一个。我们这是准备做法当中最好吃的一种做法。炒饭也挺好吃的。你吃到嘴里像棉花一样，哎，这个好吃。只是个人的口味不同罢了。嗯，有道理。吃这个菜，还是得用勺子。嗯，正香。看着猪肺管哪里，一烧了都没有。咱只买两个嘛。你不说买了狗都不吃吗？还买两个。现在改变主意了。这才是干辣椒的真正吃法嘛。嗯，喷香。现在猪肺多少钱一只？5块，5块钱就吃这么大钱。这配料不要钱啊？花生是我瘦的，大蒜是我瘦的，辣椒也是我瘦的。如果真要酸的话，再加上我的汗水，你就贵了。算了，你还是不要算了，你再算的话，我有点吃不起。